That's sick.今天心里特别热，好像又回到夏天的感觉。虽然今天早上刚好调到了冬令时，整个的感觉就非常奇怪，就已经进入冬令时的时间，但是过的是夏天，穿的短袖，阳光依然这么强烈，风景依然这么美。刚刚吃完饭啊，回家收拾了一下东西，然后我们今天要去趟 City， 现在已经四点过了。今天去 City 的目的是为了拿一双鞋子。Alright， 收拾好了。今天心里真是非常热，但没有什么能比上一杯 Ice Latte 喝进胃里的那种感觉还爽了。特别是这么热的天气里面，这个 Ice Latte 太猛了。啊，对啊，前几期里面有一个问题，对了，记住我平时出门的样子，我平时都是带着 AirPods， 请记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你们问我，我 AirPods 和我要泄露的彩蛋是什么样的故事？今天就是这个故事。Let's introduce Boss Frames，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我的 Boss Frames 的？啊、哦，你们可能想都想不到，我刚才洗完澡，突然听到我家门铃响了，是快递公司。我知道什么东西来了。当当当当。Oh my god！ My baby， both friends， 我看起来怎么样？我看起来怎么样？ Anyway， 我就是这样拿到我的。Both frames， 我会在这个星期的即刻星期四分钟呢，对这个 Both frames 进行一个长篇的，应该算长篇的吧，一个 review。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我非常喜欢戴墨镜，但是每次我戴墨镜然后这样 vlog 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啊，你这是模仿 Casey Neistat， 就让我很纠结。但是今天有了 Both frames， 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很充分的理由，让我继续戴着墨镜做 vlog。我们现在又走到 Sneak Boy， 我要去拿我的鞋子了。Yes。No idea. Just put it on your face.And it's like Google Glass, right? Right. Oh, I can hear the code. I think it's like, wow. So this is Post Malone. Wow. It's from Bose. Bose? Yeah, Bose. Oh, I am impressed. Have a try. I am impressed. Can you hear the music from the...From far, you can't listen, right? Yes. Cool. Maybe a good 200, 300. This is dope. Yeah. I like it. Yeah. It's good. I'm impressed. Yeah. All right. Wow. Thanks for your review. Wow, thanks. No worries. You're welcome. Wow, it's good. It's cool.It's really cool. Oh, yes. Tinker happy. Wow. But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of you that says, I just have to follow that. Because you don't know. Wow. All right, thank you. Bye. Whew. 鞋子拿到了，我非常满意这个。Air Jordan 3 Tink Hatfield，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天也黑了，然后现在已经六点过，刚好要吃个饭，我就
吃个拉面吧。吃完饭了，然后稍稍喝了一点酒，好像准备回家，手上拎着东西，一拿到相机，非常的重啊，所以我准备回家再跟你们继续聊。今天唠嗑就唠个够，是吧？拜拜。好了好了，说说吧。那个刚才我不是吃的晚餐，我吃的是日本拉面嘛。说到日本，那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品牌叫索尼。索尼明天早上悉尼时间7点钟会开发布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NAB 展会上，很有可能会发布他们的新一代神机 A7S3。 但是根据我的手机怎么想这么多次，但是根据前两天外媒的报道说，好像这次发布会只有10%或者更低的可能性发布 A7S3。 大家知道索尼A7 或者是后面跟一个 S 的，这都是说它是 sensitivity， 就是感光度比较高的，就是主要是为了低光或者是为了拍视频而生的一台机器。所以 A7S3 是我现在梦想中幻想中所要拥有的一台机器。好了，今天我好像真的开启了碎碎念模式，叭叭叭一直咕咕咕咕咕，我都不知道我以后这种非常休闲的这种 vlog 叫该叫什么啊？乔治咕咕咕啊 ！Anyway， 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我非常喜欢听歌。今天你们看到我带上 Bose Frames， 听了很多的歌，当然循环的最多的那个叫做 Blackpink， 这首歌新歌叫 Kill This Love。Blackpink 的这首 Kill This Love 的 MV 2天前发布，现在已经1亿次观看，现在排在 YouTube 的排行榜第一。对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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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l This Love， 我真的非常喜欢。说完 Blackpink， 要说最近关于我的一个爆点的事件，那就是我那条苹果与华为的那条极客星期四好像成了爆点，有不少人吐槽我。我对于那些没有逻辑或者是没有逻辑观念或者是逻辑有错误的人，我真的根本不想回复。我是想说，我根本不是为了想黑华为，我是真正一个为了求职而去发了这个而去做的这个视频。然后就是说我当然我还有很多的料我可以说，我没有说或者是我说的这么肤浅的原因是这些东西不能说多了，说多了就是真的是一个华为黑了，就是真的会对华为的整个品牌有很大的影响。好了，这大概就是我今天所有想说的事情。哦，还有剩下的题啊，这个 Bose Frame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这个音质我们即刻星期四再见吧。这个我们会做一个长期的测评，应该会有一个嘉宾要来跟我一起来做这期的即刻星期四分钟。非常喜欢这个眼镜，是我近大半年里面买的最值的一个东西。I love it。好了，我要赶快去剪我的片子了，所以说我们要开始工作了。感谢你的收看，再见。嘿，你们想象不到谁给我发微信了，我这个又保密啊，又是埋下了伏笔，又是一个彩蛋。